世界知名的歌唱舞蹈家和演员，欢迎林先生。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偷着我的心。各位喜欢我的秀吗？喜欢。谢谢谢谢，然后你必须付费。为什么我们要秀出自己？因为在现代社会它是需要的。举例来说，你去应征一个工作，负责面试的人可能会问到，你的国语讲的标准吗？还可以。你很期盼到我们公司工作吗？还好啦。如果你不被录用，感觉如何？还没有想到。相较于另外一位应征者，面试先生，我相信你们公司会越来越蓬勃发展，所以我把我的未来都寄托于贵公司。我的国语不但讲得标准，而且我还会说主板快速了。我叫万一鸣，义是不仁不义的义，名是我俩没有明天的名。我家有三只小猪，两个孩子，还有一位，保证一位，绝对一位，请你相信我，只有一位老婆。你真的相信他吗？我相信。所以我不是单身，但随时接受应召，而我并非免费，不过非常非常廉价。猜猜我是谁？Billy。李耀旺。欢迎两位。欢迎一个午夜兼差的。把不，计程车司机。所以哪一个你会雇用呢？显然的是后者，因为他主动地秀出自己的自我介绍。在了解了秀出自己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之后，其实是要秀些什么呢？帅吗？或者是性感？性感。是，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电影明星，像韩剧的裴勇俊。我是阿嬷杀手。依照方南山教授的看法，我们应该秀出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力和才华，特别是幽默。你想要成为一位幽默的人吗？想。你认为幽默可以学习吗？可以。您觉得在下幽默吗？耶。才艺。我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人，我学习幽默的方式是讲笑话，虽然经常我讲完笑话以后没有人笑。你有相同的经验吗？有。你是我的朋友。第三，如何秀出自己？你也许会说，啊，我很害羞，我不敢秀出自己啊。我知道有一些人啊，只是表面上很害羞，其实内心里面极端的想要秀出自己，像我一样。这种人我们称他做什么？闷骚。你们好像都很有经验的。我喜欢。但是有些人真的是很害羞，
我的建议只有一个，去尝试。因为就像幽默可以学习一样，羞涩自己同样可以学得。我过去是一个极端害羞的人，我学习幽默的方式是参加中华民国国际演讲协会。我督促自己啊，去尝试每一次上台的机会，好好的表现。另外，我也担任两位干部，把握很多秀出自己的机会。到现在，我居然可以演讲怎样来秀出自己，这是不是一个奇迹啊？是，不是？是一个笑话。我正在讲一个很冷很冷的笑话，不过你们笑得这么开心，谢谢捧场。最后，秀出自己可以有什么好收获呢？各位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边唱边跳，大家给我什么鼓回馈吗？鼓掌。对，各位请再过一遍啦。再过一遍。我感觉到是如此的快乐。颁奖典礼结束之后，我请大家喝咖啡。好。你出钱。我感觉到是如此的有自信，以至于我现在要亲吻在座每一位，来世除外。是的，快乐和自信就是你秀出自己的报酬，多么的棒！另外一个收获是，你可以变得越来越出名了，然后会有很多的粉丝，包括那些知名之士。这条领带你一定见过，它是周星驰在金马奖颁奖典礼的时候打的那条领带，啊，之后还送给我了。这一件衬衫呢、啊，是我的初恋情人给我的，林志玲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条名牌性感内裤，我的最爱，它闻起来，不大，谁给的呢？我不好意思说，我太太。各位会友，来宾，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：敢秀你就会成功。对，你想要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吗？你想要让自己快乐、自信和红的发紫吗？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？秀！